祭灶节。祭灶节是东亚传统节日，也被称为小年、谢节、灶王节。中国民间信仰俗称为送神，是各家欢送灶神的节日，在不同的地方日期则不同，一般都在农历腊月23或24附近。中国神话与道教中，灶神、太岁与民间诸神将会在这天返回天庭，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年行政之事务。人们相信，除了过路游神以外，上天于家家户户设置了一位监督者灶神，监督考察这一家一年的所作所为。灶神会向玉帝禀报人间家家户户的善恶，而正月初四接神日后，灶神再下凡继续监督各家。送神日也是扫尘日，闽南语称作清屯，意思为整理卫生，准备过年。将众神送走之后，有人也会点香祭拜祖先，告诉祖先要清屯，要开始打扫环境了，然后可以清理神桌、祖先牌位上的灰尘。不过若要登上神桌清理，通常只限家中男性。